子片，嘿嘿，怎样？走心了啦，子片。怎么你不开心哦？不要不开心啦。不开心啦，哎、欸。不开心嘛。那个不介绍最新什么麦快更新最速报，大家都说我在混。没有啊，没有人，哪里混？没有，大家讲。我哪里不开不好了？走心了啦。不要走心啊，你看连村民都来关心你了啦，你看看。我走心了啦，子片。不要不没有没有人真的觉得你在混，大家只是开玩笑的，很 friendly 的好不好？那个今天也是要介绍最新更新哦。哎、欸、啦，最新更新啦，快照版啦。我要贯彻我的原则，走心了啦，不介绍啦。不要你。子片，我跟你讲，以后这个系列，就只有你了，好不好？只有我。你加油，对，就交给你了，好不好？可是。小老公，早生了啦，是拜拜啦、欸！只剩我们了，怎么只剩我跟村民在这里了？哎、欸，可是有七成的人都觉得，哎、欸，你听。好吧，既然秋风他自己离开了，我们就自己开始吧。三、二、一。Hello， 大家好，我是纸片魔镜，欢迎来到我一天天天天天，不是一天那个啊，麦块更新最速报。我们今天要讨论的是麦块19W46A 以及19W46B， 换算起来呢是2019年的第46周的更新，再换算起来呢则是咱们2019年11月的第二周啊，今天是11月15号第二周的更新啦。好啦，首先今天要介绍的依然是蜜蜂更新。上一次呢我们讨论到蜜蜂齁，他现在回家啊，有个演算法写得更聪明了。那这一周呢则是要介绍的是蜜蜂离家齁，他离开家里也变得比较聪明了啦。以前啊，进出家门啊就是随机嘛，你现在这两个方块其实都是他的家啦，天然的蜂巢、蜂窝以及人工的蜂箱。他以前离家或是回家其实都是有碰到这个方块就好了，那现在呢则是从门口离开啦，从门口，这是他的洞啊，它的洞口，这也是它的洞口，你有没有看到四周齁，这个方块它的面向、它的材质啊、它的材质的颜色的样子呢其实是不太一样的。这边呢是它的洞，我虽然说我不太知道为什么他们现在好像一进一出的哦，难道我又见证了某种 bug 吗？为什么你要自己开家门又把门关起来？但总之呢现在他们离开家里会从这里出来啦，所以我们可以见得的是，如果你把这个门口挡住它就卡住了啦，然后就不能离开了齁。那么另外一个呢则是成就的更新啊，我们打开成就界面齁，我们现在成就有三种嘛，麦块原始的农牧还有冒险嘛，总之呢我们多了三个成就，包含这个啊，请便在不惊扰蜜蜂的情况下使用篝火蜂巢将蜜蜂收集到一个瓶子里面，哦这个超难的。另外一个则是我们的蜂面迁移啊，使用丝绸之术来移动里面有三只蜜蜂的蜂窝，以及最后一个 jump into the honey block to break your fail，陷入焦灼啊，意思就是要你跳进这个蜂蜜块里面，也不是跳进啊，就是走上去，然后跳一下，发现说哦，你被蜂蜜块黏住了。我们首先来测试一下这个成就哈，来我们跳跳看，走进去，跳起来，哎、欸，没有哎、欸，哎、欸，哪里搞嘞？另外一个呢，稍微复杂一点，你要先升起篝火，升起狼烟，然后再拿玻璃瓶取得我们的这个东西。蜂蜜瓶啊，把蜂蜜装到里面，来我们试试看啊，三二一 ，open， 哎，三二一 ，got it， 哎啊，果然呢啊，成就还没写好，应该是这样子吧。总之呢，刚刚理论上可以获得请便这个成就啦。那第三个呢，也是写中文的封面迁移，用丝绸之术来移动里面有三只蜜蜂的蜂窝、啊。来，我们拿一个有钻石啊，有丝绸之术的钻石镐来敲它。那你知道吗？就是蜜蜂啊，它基本上。早上的时候啊，基本上都是出门工作的，跟大家不太一样啊。我们不是都宅在家里的，好不好？那晚上的时候呢，因为蜜蜂晚上是休息的，那么理论上呢，现在去用钻石镐敲它，应该可以获得成就了。给大家看一下，哎呦，反而这个成功了耶！蜂面迁移，使用丝绸之术来移动里面有三只蜜蜂的蜂窝。那请问一下，刚刚那几个这个成就为什么会失败呢？我们接下来要介绍的是我们创造模式的最新更新啦。啊，现在呢，啊，应该这样讲哈，以前你如果在生存模式下，你稍微受了伤，你肚子饿了，再转到创造模式之后，无论因为什么原因，你想要再转回生存模式，那接下来就遇到一个问题是说，哦，我可能肚子饿了，或者是受伤了，血没有回啊，马上转到生存模式，可能马上就会死掉。你如果没注意的话，现在呢，你可以直接在创造模式吃东西啊，像这样子，
哎、欸，他没有把动画写出来，你就看到食物残渣在那边哔哔哔哔哔的这个样子。哎、欸，面包也是哈，只有食物残渣会动哈。那这个功能呢？你说这好吗？我也不能说算好吧，也就是比较方便吧。可是纸片突发奇想，想说该不会机研版也是有这个功能，然后只是把 Java 版给它加进去吧。所以纸片呢，啊，很聪明的去看了一下机研版，发现还真的是这样。哎，机研版也有啦，所以基本上我上次我们有跟大家讲过哈，这个 Minecraft 的更新基本上三大套路，我只讲了两个，第一个就是该主题的更新啦，像我们背后。啊，蜜蜂的更新啊，这次我们有遇到一些 bug， 所以可能下次或者下次又要再改了。另外一个呢，则是我们的平台上的更新啊，我们会把我们的 Java 版更趋向是机研版一点，所以像是吃东西，其实就是机研版原本就有的功能，我们就把它变得比较一致哦。但各位在切平台在玩的时候呢，就不会感到疑惑了啊。接下来要提到的则是我们的这个怪物蛋的一个小更新啦。以前呢啊，我们如果召唤出了这种牛牛，哎、欸、小牛或者小鸡，你如果拿着它的生怪蛋对着它点右键，会发生什么事情？大家还记得吗？在某一次更新之后呢，就变成是会生出他的小朋友啊，他的小孩了。那么这一次呢，啊，怪物的部分啊，这个功能也加上去了。最早以前我们在生僵尸啊，僵尸村民的时候呢，拿怪物蛋对他点右键，不会发生什么事情的。但是现在呢，啊，他们也会生出小孩啦，只要还有小孩就会生出来哈。所以呢，啊，村民僵尸也可以，尸壳也行啦。啊，我就不拿出来给大家看了。那理所当然的呢，僵尸猪人。当然也不会有啦，因为僵尸猪人他本来就没有小朋友，好不好？大家可以测试一下啊，只要他是有小朋友的，都可以生出小朋友。OK， 好像是废话一样。最后纸片要介绍的则是效能的更新哦，哎，不觉得似曾相识吗？啊，我上一集的最后也是讲效能啊，所以呢，该不会这次官方依然也是对效能没有任何琢磨嘛？没有错哈，啊，官方一样哦，在更新里面说了他把效能提升的这两个英文单字，但是呢，他依然没有讲任何的原因，没有讲任何他做的改动，什么都没讲啊，所以纸片依然啊在下面的这个 bug 区找了一下，发现呢，哎，他解决了所谓的把这个视野距离调整会lag 的这个 bug 齁，给大家说明一下啦，在最早的前几个版本或是最近的版本当中呢，有时候你在调视野距离的时候会有大幅度的 lag， 你可能要等好几秒好几分钟你才可以更新好你的视野距离啦。好，那其实因为纸片玩麦块有点久了，中间有点退坑一小阵子，所以我没有发现原来这件事情最近被解决了耶，就是它早就不会了，我们调整区块更新的时候其实已经不会 lag 了。但是呢，在最近的几个版本，像是上个版本 19W45A， 有人测试说哎呦，你还是会有 bug 呢，还是会 lag， 或者是大家如果自己手头上有旧版本，你们可以测试一下，测试完之后右上角投个票，去看一下你调视野距离，你调成8、调成2、调成32，或者调成16，会不会 lag？ 所以我们现在来给大家测试一下，我们现在16嘛，我们直接用拉的吼，以前是不可能用拉的，你边拉就边 lag， 你拉不动，来3、2、1，顺顺跑有没有？顺顺拉，调成32，马上要 exe。回到页面上，回到游戏上，哎呦，完全零 lag， 因为我现在正在录影 ，FPS 稳定90帧在跑，好不好？不跟各位开玩笑，跑图当然会稍微低一点，可是因为我用飞的关系，但是基本上我视野距离调32，我的 FPS 90几，刚一度到60几而已，基本上都是不会 lag 了。当然顺畅度有差，但是呢，已经比上一次的火烧森林还要来个顺非常非常多了。好不好？大家自己测试一下，你视野距离调整一下，看看会不会 lag。当然会小 lag 啦，可是这个 lag 呢，理论上不应该超过一秒钟。如果你有超过一秒钟，代表你有 bug 还没有被解决，你可以更新到最新的 19W36B 来测试看看。这个滑顺感多么的舒服。好了，各位观众，以上就是咱们这一次的更新啊。这次没有秋风，大家有什么感觉呢？我知道上次大家投票，接近70%的观众都觉得我们应该合体哦。大概有7%的观众觉得啊，纸片你走开啊，你千万不要来，我不想看你。但是有大概14%的观众呢，觉得说哦，纸片其实还不错。所以这次呢，大家来投个票啊，如果这个系列真的只剩下纸片的话，你可以接受吗？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介绍了，咱们下次再见喽，拜拜。